来，朋友们，今天带你们长长见识啊！这个东西很多人说它是土豆，也有人说它是红薯，其实你们都错了。来，给你们现挖一个，它呀，在我们这里叫凉薯啊，都是长在这种地底下的，果肉呢是洁白色的啊，生吃是嘎嘣脆甜，然后呢可以炒菜，也可以煲汤。你看，今年我们产地的凉薯啊，大丰收，价格很便宜，没有吃过，带一份尝尝。